三三，58分。破及格，烂。小彤，38分。小明，小尼，54分。哦、超棒。累积。小长，70分。哦，被你听中。肥。小军怎样啊？有100分，很棒啊。纯美，28分。我现在你会输的。阿伟，我只会叫的。8分。8分。不用笑，更惨，4分。细温。阿伦，快一分手啊！这8分。阿珍，你更惨，6分。阿宾管的，管两分尔。阿翔，88，不错啊。来检讨一下考卷。来哦，考卷那题在课本117页哦，翻开课本哦。没带。没带，找旁边同学看。不要。没有带。来，这题谁会？我不会，他不会。小军你会？来，上来写。答案正确啊，很棒啊！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哦，没有问题，下课。下课铃。哎，最近那个我看网上有个名牌包耶，是不是买的？气没了。That's right.
知道，马上跟你讲一件事哦。不是。就是啊，那个禁军是双面女，试一下要讲你坏话，就觉得你很白，可以过来跟不想跟他说话。真假的？他都有教功课，而且我功课都有进步。当然是骗你的啊，不然怎么可能叫双面女呢？啊，要不然我问问看他好了。唉，不能问啊，难道杀手杀你，还会跟你说，哎、欸，我杀了你吗？他也是哦。哎，纯妹，我有事情想跟你讲，可是我不知道要不要讲。没关系，要说出来听听啊。算了啦，我怕你会伤心呢、欸。哦，那就不要讲啊。不好奇吗？还好，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就黄小军呢，他都在我背后跟你讲你的坏话。不可能，我认识的小军看不到。真的啦，吼，人都是双面刃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认识的有一群超级黑马，你想当黑马？谁呀？你们。哎、欸。小军，告诉你一件事好不好？小军想骗到我，不要乱讲。没有，这是真的。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，妈妈跟我讲。看里面的内容，确实是有霸凌的状况。那我现在立刻请当事人下来，了解一下案情。好，好，谢谢教官。教官室广播，教官室广播，请小尼、小童、小常、珊珊现在立刻至教官室集合。广播完毕。小尼。你知道你们四个人的行为已经严重的伤害到小军，而且你们四个人的行为违反了学生手册的规定。报告教官，我们知道错了。那你们四个是不是应该要跟小军说些什么呢？小军，对不起。
等一下，我看多久？小尼，你知道你们是？开始了，我开始了。哎，小心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小心，干什么？小心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被谁乱。什么角度？别的角度啊，做这个角度。你现在是在录？好，换 pose 啊，换 pose。看我们到脚。现在在录吗？这样啊嘞。没有别的了。拍戏。拍戏。对。再换一个姿势，快。再换啊。Here。小军啊，你在干嘛啊？不要以为你功课很好就可以这样乱画课本。老师，我没有，是我画。啊，讲那个是啥？防治校园霸凌，勇敢说不。校园人人反霸凌，快乐求学永安宁。反霸凌从你我做起。人人反霸凌，快乐又和平。路见不平，喝止霸凌。反霸凌，校园更安宁。人人皆为抱不平，校园从此不霸凌。预防霸凌，从心做起，心中有爱，暴力逆击。友善校园，做到好，人人称赞没烦恼。心存同理，就无霸凌。教导学生，公理正义，校园霸凌，你我摒弃。英雄好汉反霸凌，温馨校园，现在开始准备。